博学问答一百六十五问：有个问题想请教台长，您叫我们必须把卫生间的门关上，可是关着不通风，用时一打开感觉很憋闷，只有开着门方便了。是不是连方便时也得把门关着呢？有的卫生间有小窗也有换气扇，应该常开着吗？感觉没风吹进来的话，开着窗也空气不好。经常洗了衣服晾在里面，这个可以吗？ 晦气是不是会到衣服上呢？答、啊：卫生间的门最好一直关着，平时方便，洗澡时候也不例外。您会说一直关着，用时打开感觉很憋闷，那其实就是被不好的气场所影响了。把不好的气场关在卫生间里，当然比放出去好了。可以在卫生间里装一个空气清新剂，马桶里也可以安装一个冲水清新剂，很便宜，对里面不好的气场也有改善。 卫生间的小窗与换气扇可以经常开着，晚上最好关闭窗户。如果把衣服晾在卫生间里，是会有不好的气场上去的。最好也不要去喝或者烧卫生间水龙头里接出来的水，不好的气场会影响水中分子结构，让人不舒服。可以在卫生间外面门上方的墙上贴山水画，如果门上方没有空间贴，可以贴在门的旁边。